现代单兵武器系列14 AK-104 毛子除了石油什么最值钱？没毛病，当然是军火。作为全世界两大军火贩子之一，毛熊的各色军火充斥着不同国家的军队武装中。要说哪款军械卖得最好，非价格亲民、可靠性又强的 AK 家族突击步枪了。今天动哥就带大家了解一下 AK 家族最新的外贸武器 AK-100 系列步枪。 AK-101 首先说一句题外话， AK-100 系列虽然依然继承了 AK 家族的基本构造，但设计师早已不是卡拉什尼科夫老爷子了，现在叫卡拉什尼科夫集团。 AK-101 就是卡拉什尼科夫集团在20世纪末设计的专为出口而生的突击步枪，该枪是基于 AK-74M 研制的，整体结构原理全部继承 AK 系列的传统设计，但口径改为北约标准的 5.56 毫米弹药，目前收到了希腊、马来西亚、乌拉圭等国的订单。 AK-102 可以视为 AK-101 的缩短版，类似于 AKS-74U 与 AK-74 的关系。该枪缩短了枪管，使其成为了一种介于突击步枪和卡宾枪之间的型号。AK-103 于2001年面世，该枪是少有的同时装备俄罗斯军队的 AK-100 系列步枪。既然装备了俄罗斯军队，那该枪肯定是发射 7.62 毫米的中间弹，同时该枪采用了现代化复合工程塑料技术，大大的降轻了枪重。 AK-105、AK-104 和 AK-105 都是 AK-74M 的缩短版本，只是口径上前者采用 7.62 毫米，后者采用 5.56 毫米。 AK-104 主要出口也门、委内瑞拉等国， AK-105 主要用户为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。 AK-107、AK-107、108是同一款步枪， AK-108 是 AK-107 的出口型。该枪是伊兹马什公司将 AL-7 实验性步枪与 AK-74M 结合而成的产物，算是混血儿。该枪使用长形成活塞驱动的转栓式枪机，并使用平衡自动反冲系统，减轻后坐力，提高射击精。